你集钱啦，元气搞掂，齐齐有福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八场赛事三班千二嘅短途赛，大热暂时系八，但系黄旗仲未举起噶。黄旗举起好啦，开闸添啦。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呢个闪耀荣光啊，内栏零距离都快啦，十二马都系要走咗上去啊。咁守住第四位嘅马木火同明啦，中间黄衫齐齐有福，外面快快又系紫色衫出边嗰只啊。跟住个第七位咁啊，蓝衫有腾龙超影埋面清宫精神啊。尾四白帽红衫就股票传奇啊，后边三只转一转啦，橙眼罩咧就系电信火箭啦，包咗落尾嘅马系负六嚟噶。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十二马就放头嘅，外边啊闪耀荣光啦，守住内栏。第三就零距离啊，出边第四位快快有，中间第五位黄衫红帽齐齐有福啊，内栏第六位紫色衫咧，仲有呢个木火同明，出边腾龙超影啊，后边五只股票传奇、清宫精神、尾三橙眼罩、电信火箭啊，后边两只转一转，咁啊大外档嗰边咧就系负六嚟噶。好啦，咁转正弯入直路啦，十二码仲系占先啊，偷佢入边上有零距离，外边追嘅马咧仲有呢个闪耀荣光啊，大面箍外边位置仲有齐齐有福啊，入边摄位上嚟系木火同明啊，最后一百米到闪耀。荣光仲系中间占先，外边齐齐有福都追佢唔到噶嘛，埋边仲有木火同明进占第四位就系负六啊，接近终点啦。闪耀荣光咧判断今晚哇真系又执一 win 啊，第二名噶嘛，外边位置齐齐有福，第三名木火同明啊，咁啊第四名应该系嗰只外边追上嚟嘅负六咧，机会比较高啲啊，哇今晚真系判断首封大顺啊！由潘顿啊，六号嘅闪耀荣光啊，就临尾得翻五点四倍啊，咁啊胜出今场赛事啦。咁啊第二名咧就四号嘅齐齐有福、班德礼，十一号嘅木火同明、田泰安第三，第四名后上三号富六啊，周俊乐。潘顿啊，真系杀得盛起啊，四 win 啊！咁连住呢只闪耀荣光啊，即系呢个路程虽然准咋，都未赢过呢个路程嘅，最后都落飞噶。咁啊收工啦，赢埋呢场，尾场冇再骑啦吓。阿家姐外區都繼續準啊，都跑得好啊，班德禮。首封大順嘅。一齐睇下第八场嘅预计派赛，跑第一名系六号嘅闪耀荣光，六人派54.5，位置派17.5；跑第二名系四号嘅齐齐有福，位置派18蚊；跑第三名系十一号嘅木火同明，位置派17蚊；跑第四名就系三号嘅富六，连赢四搭六派119.5，位置 Q 四搭六派45.5，六搭十一派49蚊，四搭十一派45蚊。现重彩六号、四号顺序派255蚊，单天四号、六号、十一号派235蚊。龙天鹏、皆大开心，咁啊，整埋闪耀荣光。嗯，睇埋个三重彩六号、四号、十一号顺序派1020蚊啊！潘顿继续同呢只马相当之夹档啊，即系唔到你唔信，未得个三甲，但系再赢多场添，系啦，跑第六次啦。啊，虽然冇过关飞，临尾有啊啲独赢啊，就夹嘅。出闸几快呢？闪耀荣光第一只弹出嚟，装一装你隔篱十二码，睇下你想点。哦，你上口走啊，我咪跟你咯。
潘顿今日完成晒个赛事噶啦。今日真系 A 二啊，阿佳哥都拣到啦，三拣一预计派彩啊 ，A 二隔夜半热门派19.5。其实先系大四起啊，连马先都起孖。今晚四连环，3号、4号、6号、11号就派599蚊。四重彩，6号、4号、11号、3号上序派12,161蚊。戴住个口罩都见到你系咁笑啦，潘顿。半马师张汉威，只眼都笑埋啦，心情大好啦。睇翻巡逻影片，四档闪耀荣光出闸相当之快嘅，即刻装一装内侧嘅十二马他，你点处理先啦？咁啊，结果你上嚟，咁啊内栏就莫雷拉呢只都唔系好超级嘅马啦，零距离啊，结果佢都唔得。木火同名就守住个第四嘅，中路就齐齐有福都系霸靓位啦，外边就快快有就摄唔到啦，真系啊！跟住就腾龙招影啦，后面就清宫精神贴栏嘅第尾四位置啦，股票传奇咁啊，包尾嗰三只马啦，转一转富六同埋电信火。火箭嘅，咪头两段都放得快少少噶，都快咗成三线左右啦，都属于中等偏快少少步出嘅赛事。咪十二码今日虽然攞翻条栏自己带啦，都冇乜马搞，不过始终冇一个慢放嘅形势咯，加上又同夜晚线咩都咁多磅啊，咪继续冇都合理嘅。咪小美荣哥今日冇上次制遇咁差啦，上次系咁俾人顶三碟，咪今日都二碟都跟得顺嘅。咁啊，埋边莫雷拉冇跑错啦，压住黄金包厢位，不过打开冲落去唔多咯，同上季尾嗰场差唔多。咁啊，开边就冲紧上嚟就系齐齐有福啦。咁啊，始终呢个路程都几准嘅，呢啲分咧佢啊都应该仲系一 win 半 win 噶，咁啊等形势啦吓。第八场都复榜完毕，位置 Q 派彩四搭六派45.5，六搭十一派49蚊，四搭十一派45蚊。三拣一派彩胜出咗入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19.5。二重彩6号、4号上序派255蚊。四连环3号、4号、6号、11号派599蚊。四重彩6号、4号、11号、3号顺序派12,161蚊。孖宝头关7号、尾关6号派141.5，头关7号、尾关4号派15.5。我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13秒44，第二段22秒53，末段23秒13，赛前成时间1分09秒1。